并不正经，这玩意儿虽然没写脑瓜门子上啊，但是你一看驾驶员这状态，我俩就是两口子，不是搞破破那种关系，全程拉个大鼻脸子，一笑不带笑的，好像我他妈欠你八万藏。盘点东北美女硬核对人，你干啥去？你怎么净说那屁话呢？这个点我不上班我能干啥去？不上班行不行？你干啥呀？你想说你要养我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自己都要养不活了，你快拉倒吧，别翻身啊，翻身消化的快。哎呦，咱家没那条件，吃饭挺贵的啊，你躺好了，别把自己饿死。瞎呀！我开车门子你没看见呢？你跟我说话呢？啊、我瞎？你开车门之前不看后视镜啊？你鼻子上面那俩眼是喘气儿的啊？你撞的我，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哎呀妈，这小丫头还挺厉害的。行了啊，大哥还有事儿呢，就不跟你说了啊。你跟谁俩大哥大哥呢？你跟我唠社会嗑呢？还大哥，我给你点点关注呗。做人低调点，你撞的我，你知不知道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今天这没给我撞坏了，你要是给我撞坏了，我受的是伤，你要的是命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呦我的妈！Nice。先他妈喝点啤酒，你就见我代驾了，他妈老让我接你啊，整那几个逼子儿，我这他妈还得调座。不是你要给方向盘喂奶呀？滚他妈犊子！有钱你耍，你没钱你让我给你送啥呀？啊？哎，人家的老爷们可都知道，你平时给媳妇买个这买个那，这他妈可倒好一天啊，天天的啊，你拉完屎让我来出来给你开屁股来了，我越大老远我往那小屋里给你送钱了，你想不想鸽子了？哎，今天你就给我通个话，能不能？你跟谁俩呢？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？我说让你滚你就滚呐，我说不听你就不说呀，你再给我俩切巴一个，整鸡眼我那么贷款整个前四后八在你身上反复碾压，告诉你能过过啊，不能过过犊子，天外眼珠看不上你这么嘚喝。我跟你说，就干起那时候，哎呦，那抽烟的比下车的高兴多了。为啥呢？车上不让抽烟呢啊！完了，总算能下车抽一会儿，站停时间短啊，可能给自己想招了，一脚踩换门，一脚踩站台啊！完了，冬天太冷了，穿的老单薄了，冻得嘚瑟瑟，风抽好几口。上车，你说都不是他喘的，一会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，那站台这风气，你再崴着脚，但不让不说。就我看旅客这么猛抽这个样，让我想到一句话啊。烟屁不烫手还能裹三口，烟屁烫手猛裹两口，上车。当兵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？为人民服务就得给你让座啊。跟你有关系啊？没关系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有病，胆囊炎，心脏病，你有偏方啊？再说我就纳闷了，你家没电视咋的呀？啊，平时不看新闻呐？啊，没看人穿军装去吗？人家穿军装跟你让座，你咋那么不要脸？凭啥跟你让座啊？这哪回要是有战争啥的，不得穿军装救你啊？再说这些有灾有难，哪回不是他们第一时间跑出去救你，还让人家给你让座，这么不要脸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就不跟你让。就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当初那些军人给小日本打跑了，你能吃的肥头大耳的？你说送炕？别吵别吵！不让不让座，就不给他坐，就不给他坐。你少跟我俩比比划划。咋的？打也不打的，他敢打我呀？你敢打我，看我敢不敢讹死你？不要脸。Nice。我说你脑子进过水，养过鱼，蹦过蛤蟆，走过驴吧？啊，你说你像根苦瓜似的，穿的清凉，长得败火。遇到你之前，我的世界是黑白的；遇见你之后，全黑了。我教你练刀，你非练剑；你上剑不练练下剑，金剑不练练银剑。给你剑仙你不当，赐你剑神你不来电，你非要死皮赖脸做贱人，给你钻石你都不换。你说你咋那么贱呢？啊，我知道你们男人难。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人是男人，男人嘛，身上有两座大山，家庭和事业，酒色财气沾一点不伤大雅。可你就喜欢喝酒，你不是傻吗？人家是酒色财气，你是九九九九，咋的呀？凑四个九是炸呗，还是要带上啊？你可别笑了，你灿烂的一笑狼都上吊，你温柔的一叫鸡飞狗跳，你潇洒的一站臭味弥漫，你兴奋的出汗狮子遇难，你不打扮比鬼难看，你一打扮鬼都瘫痪。你给我打会游戏吗？谁呀？可可，你在干嘛呀？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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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
刚刚，我以后每天说一句我爱你好不好？这谁说话这么恶心。今天是第一天哟，我爱你刚刚。来，给我看看来。看啥呀？谁说话进来来的？你咋说话？啥玩意儿进来来的？咱就说那天不乐意了呗。那很，那能那么说话吗？来，给我看看来。别，你看。给我看看。不给。你给我看看。哎，这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。你别后悔啊。小婉婉爱大刚刚。但我在发觉，这是爱，世界变了。这是我吗？不是，你是我呀。我什么时候说话这么恶心？小婉婉爱大刚刚。每天说一遍我爱你、哦、这还有一条听着。大刚，能陪我再看看北京的月亮吗？哟，给我，给我，你弄错。这谁呀、啊、什么北京的月亮？不是，啥意思？ Oh my god， 爸爸你在干嘛呀？聊天啊。干嘛？给你听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亲亲爸爸知道。亲亲爸爸知道。哥哥，人家好想你了啦！哎，你能不能刷抖音不老刷那些？多好听啊！熊熊，你已经两天没回人家了啦！你女神谁呀、啊？这是啊？我女神啊！不是，说话这么恶心，你还有女神了是吧？你怎么骂人呢？就是恶心呀、啊！我骂他怎么了？我骂他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嗯，你赶紧把手机给我拿过来。你别后悔啊！我看看谁，你拿过来，赶紧，别磨叽。给你，真的是，我倒要看看谁。你哪可恶心的一个女人了？不是，怎么是我呢？这头像，我说的。嗯，我就要一辈子当你的小宝贝吗？哎呀！亲爱的，你干嘛呢？啥说的事啊？就是想你呢。来，你给我删了，我行不行？你给我删了，这都来晚年，天天就干嘛呀？东东宝贝，啊，真恶心啊！东东宝贝，宝贝，你别发了，你别发了，我停了。你看这个。宝宝，你真心想我了吗？你神经病啊！我想你干嘛？你天天跟我待在一起。你在干嘛呀？我好想你呀、啊。是谁呀、啊？人心花开。宝宝，你在干嘛呀？你什么时候来找我玩呀？我好想你呀、啊。那不是谁一天到晚给你发这种恶心的条？你难怪给我看的。嗯，这是我老婆呀。什么？你老婆？拿给我看一下。大家心中一定会一直被骚扰的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。我还有好多呢。你拿给我，你赶紧删掉。不删掉我没有。哎，那不行啊，那我等会还要用来，我等会还要用来做铃声的。你敢？删掉。啊！哟，嘿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性感吗？性感。哎呦！不让你出去买俩包子，你看你穿的是啥呀？啊？你知道现在邻居看我都什么眼神看我吗？啊？光滑的老婆，你看这个今天光滑吧，好吧。我可以拿
手机录像吗？老公，你给我按个脚吧。哎呀，你自己脚啥味儿你不知道啊？臭死了，离我远点。不需要。我觉得你今天一定很累的吧？上半身一天了，我给你按按。起来，你这股死味儿啊！我的天哪，你赶紧起来，别烦我。真行哈，累不？你啥意思？我帮你按摩按摩吧，你放松放松。你这一定老累了，我帮你按摩，你看看我这手法，你看看行不行啊？不要，你我来。别起来，操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啊！我操！我操，这可以啊！哇，这个身材，这身材可比我女朋友还高了，身材也好。Look， 别发呆，看我。不是，谁让你穿这玩意儿就出来了？我朋友还在呢。你不说你自己来接我的吗？看什么看？也不知道你朋友也在啊。你现在知道了吧？赶紧回去换。我刚刚下来又要上去了。哎，快点走走走，陪你啊，别人看到不好。那个，我们回家一趟啊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。行，多长时间呢？五分钟。这么快？长这么大没穿过黑丝，要我去看看他的反应会是啥。干嘛呀昨天呢？两眼放光，看看这没出息的样子。关机一波哈，挂机。挂机，你不怕你队友骂你？没事，无所谓。干嘛？叫我干嘛？你说嘛？干嘛？我没事了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出去干嘛？你管我出去干啥？啊？我在家陪着你吧，我带你见见。走，来，走，走。兄弟们，也是享受到黑丝袜的待遇了，巴黎世家。我怎么臭臭的？你打篮球啊？你有没有病吧？